不糊，但是拉丝，但是我桌上牌桌就是 epic pick， 上不下自摸，几牌不不写的多，出牌让你头晕难以捉摸，要不就冲一个，不要说，调整吧，大神。来，牌法的数据，运镜的来，欢迎收看《挑战吧，大神》。好，欢迎观众们准时收看我们的《挑战吧，大神》。好，欢迎大家可以踊跃报名，因为每一期我们收出非常高的奖金，2万多、3万。如果你月薪还在4、5万的话，哎，一个月上一次啊，赢个2万多啊，一个月这个薪水加起来6、7万了。对啊，一个月薪水就够了。哎，日子很好过了哈。好，那欢迎观众朋友踊跃报名参加，报名电话是02-8793-5802。也可以上挑战吧大神的粉丝专页报名哦。好，欢迎第一位，今天挑战第二次的卫冕啊，上一集的还好，我们奖金守住了，面子守住啊。不过他第一次挑战成功了，已经赚到24000亿。来，欢迎的是陈彦伟。彦伟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是挑战第二次卫冕，6次卫冕成功可以获得我们百万名车啊，加油！来，各位欢迎来这边闹场的小周啊。加油！我跟你讲，这次来的话，加什么油？他为自己加油。我是说要追熊熊，要加油。为我们的感情，我们最近有在约会，有在约会。对对对，因为熊熊，我想，太难了，因为人太熟了，就没有办法。我们他会笑场。对，刚要脱了啊！没有，酒喝多一点就可以了，真的吗？应该啦。那你就先灌醉啊，对不对？我跟熊熊的感情很好了，而且他的牌技。主持你们节目之后，哇，非常厉害，所以我说算聪明的，很厉害，这学得很快。麻将是很难学的一门技艺啊。哦，那甚至要融会贯通，很不容易的。对对对。哦，有人打一遍麻将还是打不好，就像那个骑脚踏车，骑一辈子也骑不好，骑不好，扭来扭去的。对对对。哦，小钟就是这种人。铺梗铺很长。他的麻将真的打得不怎么样，但是运气很重要。哎，叫你姐姐来啊。他们嫌他，可能嫌他太。没有很漂亮，或者是身材不会啊够高，你们节目都要找像后面这几种的，还好吧？后面还好吧？哎，站着也中枪。好了，哎，赶快安排我姐姐来了。啊，对嘛，对嘛，对嘛。她姐姐是专门卖淫的，卖淫室，卖淫室的。啊，来欢迎小钟啊！接下来欢迎是叶婷婷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好，哎，婷婷，这是你本名吗？对，哦，就叫婷婷啊。啊，从小就是这个名字。婷婷加油啊！好，欢迎。谢谢。来，最后欢迎是林雨。林雨，跟熊熊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天气好好的，干嘛不干嘛去淋雨呢？这是你本名吗？不是吧？不是，不是吧？哦，对不对？我林雨这样，这个名字要取艺名还不错哦。是，林雨，香港也是更好记，我是林斌。这样大家看到你都会关心你。好了，欢迎四位啊！好，来，马上就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。好，马上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啊！来，燕伟，你的庄家，请按。好，来。好，十，看庄家的牌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庄家燕伟的牌。就这样。阿迪林雨。我还没补哎。奶哥帮你补了林斌，丁丁，好的，燕尾出菜，林斌，大饼，哇，他用左手，对，不是，因为要给镜头看，是不得已啊，嗯，发财。第四手，右手下来，对你一样，所以你右手上来会挡到镜头啊，我要迁就一下，辛苦一下，人家就习惯了。九饼，南风，吃一张嘛？真的吗？拜托了，甜的哦，喂了，8条，说就说，对，不要，哎呦，这么有个性。他不是不要，要不到。他也很想要南方。叫。碰。哦。碰哦。碰这边，碰这里。对对对对对。这里对这里对对。啊，这里好。回馈一次。好，北风。碰。嗯。有有。回馈到别人家。对。北风。好。好的，5万哦。5万要不要？是哦。有。好，牌皮。碰。啊，
还有 three pop， 还有这么合，是不是？很合，六合。果然是客家人。不要留电话。哎，油桃。油桃。嗯。来，红中、小中。还有吗？摸了。了不起。白皮。果然真的很不顺。不错了，两大了，人家门清的九万，对，我都吃不到了，真的门清哎，完全吃不到牌。哦，牌很烂，真的。一万，已经满。碰一个。哎呦。是呀。两桶。奶奶背包。不要。哦，进中洞。回馈你一下了，四桶。嗯，也不要，那你们就是不合，真的。真的没合。因为不是客家人。哎，对。他加朋友啊。双腿开。八万。吃一个。我说你吃到了。终于。剩我门清哎，哇哦。剩你一个人孤独。二万。十一张。再一个好不好？好。八条再来一个。睡哦。吃，哦，你还真的能吃哎哈！拿错，这次还要按张打，真的。双脚打来虎，八条，不是你还要，真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，林开始有反应了，四万，开始有反应，林九有感冒啊。林宇感觉好像不要万的感觉啊，懂？起来。哎呦，听牌了，阿嘎塞莫是加油。阿嘎塞莫，电影讲哦。那个反应不翻译不出来。喝完。哎呦。跟得紧。电影讲就很应景。很应景。不是。七万，不是。啊，不是啊。应景是硬讲。硬讲哦。硬讲哦。硬讲。来，倒下来，还都倒下来，你听了吗？剩六条，很漂亮。哦，漂亮。我前面很早就先打。这边七万，啊，也很漂亮。摸到七万，绝了，没听。摸到炮弹。哦，还有哎，哦，还有哎，哎呦，哎呦，能力也强。林斌真的啊，林斌很厉害。白皮还好，一台而已。边章没有嘛？好，独听两台。两台。好，东风三缺一的第二把，让林允庄家。庄家多一台，加油。好。十一，十一。好，来看四家的牌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庄家林允的牌。来，小庄哥。小林斌。婷婷。好的，燕伟。好的，林允蔬菜。西风。他的蛋淋雨淋雨啊！哎呀，哇，三男呢？三男，三杯。不容易，会唱这歌的，大家都五十岁以上。哪个？没有，我也才30多岁而已，四条。海苔漂亮，东门南海苔漂亮，一条啦，这样才对。棒叫嘎吉，他那叫果然跟我不合，因为不是客家。一万，一万，好好哦，吃一个，八来吃，两万，要不要？一样，一样，四条，好浪费哦，打两个四。太多了。北浪，那去。嗯，看一下。六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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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哇，吃兔吗？一万。奶奶。吃了。碰。水啊！哎呦，林允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快一点吗？好，三颗。他就是本来不想要，看你要吃，他就不给你。我还他本来不想要，本来不想要，对。中。你要他才要。小鸟。
那你知道自己摸牌？两张一条，两张四条。对啊。好了，先跑一支，来，马三万。一样，三万。六条，很深哦，很深哦，这一张。嗯，非常深。嗯，真的很深。九万。还在东，咚咚咚咚咚，北风，哎，风头这么多啊！啊，一起淋雨了，九条，呀，淋起来，淋起来，七万，终于吃到了。二条。九饼，九饼，九饼是吧？哇哩嘞的，哎呦！小钟哥吃一张嘛，一万，再一张，再一张。我觉得我的应该都被人家拿走了。五条，也是。哎，好可怕。嗯，五条其实也是。八条蛮可怕，对，蛮深的。那，啊，白皮。二条了，五八条了，这牌很难下。八条对啊，大条准没有上。对啊，第七条都还没出来。八万，还有八万。哦哟，应该听牌喽，那么敢。当然听。嗯，冲冲冲，开始听。哎呦哇哩嘞啦，哎呦这一支很厉害，很没事啦，没事哈，奶哥说的七万。七万，我都打七万了。没事哈。啊，完了，我觉得这张会放枪。放一个啦，来，放一个，来做了。三家都听啦，来做，没啊？啊，三家都听哦。对啊，那好深哦。我乱讲的呀，你也相信？你好厉害！就敢冲撞，哎呦！借过一下，哎呦！八桶真的又对倒了，很硬呢，八桶。看看自己，这蛮，这还顶多对倒。嗯。四条。挑战吧，大神。四条，开始。一人还有三张牌，三饼。哇哇，可以两只手吗？两枪，可以可以。三六，死定了。庄家牌，还倒下来，还是倒下来。还蛮深。总共五种饼，哦，五七饼，七饼没了，七饼没有了。王，刚停了。哎呀。啊，五桶有哎，但是比较后面，三六桶都没有的。好，拼什么？七饼，七饼，七，庄家一条。来，小众庄家，庄家，七庄家。哎，你原谅，请原谅老人家，对，请原谅，失误。来看四家的牌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小庄哥的牌，挺条，噔噔。哎，燕尾，淋雨加油呢！加油，好，上菜，请唱。北风，请唱，请上，这里话。哎哎哎哎，那钓魁这样这样碎，他在钓，他抓这边，一直钓。我每一排都把你抓到中间，给你抓。奶哥的小贴心，谢谢奶哥。北风，太习惯了。嗯，近的不抓，抓远。舍近求远。嗯嗯。北风。非常好。其实小中间手气算不错。真的哈。嗯。还上得很顺。上的还算可以哈，发财。困难打掉。更困难。就不难。难上加难。更难了。对。在。哎。哎，他被你成功了，终于！你刚刚摸对，怎么突然要摸错？小背包顺了。哇塞！我都替你，为什么？他感觉好像起了，啧啧称奇，啧啧称奇哦。嗯，接下来要抉择，没什么好抉择。真的吗？
这没什么好抉择，嗯，这一定要抉择的啊，看第一哪个比较漂亮。对啊，哪个是不是不需要抉择？真的吗？看外面的牌。哦。看外面的牌哈。然后他就说还是要抉择。然后看完之后还是不懂。好，四万四万。四万。嗯。等我一下，好，换你要抉择。加三万，三条，借过一下。哇，九条，碰，来一个，林雨，一万，一万，我知道厉害了，林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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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已经拼了，两桶，我要碰吗？碰。别漂亮，打一饼啊，一饼，九万，六万，三分，还在八，很好，一台，嗯 ，OK， 五个花。有点远，谢谢。四万，不要，不要什么？三条，嗯，花哦，好，补杠上，这边哈，对，杠上，亏，差一点，八万。东，哎，你很会打东哎，我发现他好多大字哦，还很多八呢。嗯，你很常打东，对，不喜欢东，东风东两台哎，六六条，上不来哈，两万，拜托，六万，哦，两支，真的。一桶，那个燕尾看是下车了。三条，怎么六条？哇，你也下车了，一直打六条，进不了。不好看。杠定亏。哇，亏跑，亏跑哎。杠定亏跑哎哈。打来胡，你听牌了？我讲这么明显，真的吗？嗯，那感觉听很久了。嗯，六条给你啊。等我一下哦。我想一下。还怕什么？难，还有好啊，还有呢，你要很庆幸，对了，抓到这种牌，这种牌那么好打，八条，哎呦，怎么都打一样的？下车啊，对啊，下车，哇，又是花，听不了，你以为只有你们有八条吗？八条，我也有。小草，快推到海底去了。小兵，小心，为什么一直往前推？八万。好，杠，来，杠定，亏姐呀，回。还在亏起来，过来亏起来了，哇，乖个龙顶洞，韭菜超大，亏起来当二万，
一桶。都没人听，只有你一家听啊！真的，听好久了。三条，小钟哥有听吧？还有几张牌啊？还有两张，两张这一整排都是。对啊。还是打保守一点哦，嗯，不用怕啊，因为你已经多了700分啦，可以冲一下。好，吃一个，放枪，冲一个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很深呐，四花庄家两台，给你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一句话，好，打出来，拜托，快点，就给你了，拜托，四头了。没事，你刚刚有一点表情失手，你的表情有失手，我看到。他有踹一下，然后带点怨恨的瞪你。好，他打那一张一定听旁边的。啊，你好，你很会打牌哎，厉害哈，被他猜到。我觉得你应该听旁边。那你就有听啊，哪几张？球筒、球柄。一人剩一张，两张，是太后面了。嗯，黄了吧，这个牌。嗯，太明显了。二饼，忘了，他刚打二饼，打二饼都放掉了。四饼，跟你打。我有。你跟我打四饼是吧？你不打他不会打。嗯，不要。哎呀，差一点。来四饼，你神经病啊你！没有了吧？对啊，还有一张牌啊！不会了啦，啊，我要被杠掉了。嗯，哦哦哦，哎呦，对你们俩都没听嘛？没有。嗯，来牌倒下来。好啊，黄了啦。他真的很强哎，他三饼没抓到三饼，对，他牌没，不是他没有牌的对吧？他一打三饼没有意义啊。不可能，因为后面不可能是打四饼就知道听。所以黄庄。你非自摸不可，要不然你就拜拜了。嗯，来，现在是女庄家，停。好，大连庄，我们没有连庄。Sorry， 十四。好了，看四家的牌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庄家挺停的牌。噔噔，好的，我们的卫冕者燕尾，补起来。啊，林雨加油呢，自摸。好的，林病，自摸。好的，挺停来，南下庄。这边，嗯，哦，差一点，怪了，鹰眼，晒啦，南风，西风，西，跟。我已经不指望你，真的，已放弃。你终于知道你们不合了，不合。吃鸡，吃不到。大便给你吃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凶啊！他好歹也是你的兄长。脾气出来了，还是快了，没有脾气哦，南风。自己摸也有。五条。可以赞叹一下，你又表情失手了，燕尾。这张真的可以赞叹一下。奶哥不是说要那个吗？我好好守住你吗？对，请吃。不够内敛，藏不住喜悦。这张很可以露出的微笑。年轻了，还血气方刚。年轻了，憋不住哈。憋不住。两桶。像你都憋得住啊？几个月了。不要提这种伤心事。小鸟，四万，吃，哎呦，哎呦，三万，好扯，哇，哎呀，神，神呐，算神，中，7万。切掉，吃。这次把它喂的很饱。挑战吧，大神。
几条？吃。哇，你这次把它喂得很饱，真的。你们是不是有五饼？奸情，奸情。五饼，二十哦。三八吧。他是把它喂饱了仔。还倒下来。哦，五八饼。四张三饼的牌多漂亮！我刚才摸它，英语牌应该打对打七饼，应该是打什么？你听吗？打七饼，打七饼，听对对的，把七饼退对听对的。对，你呢？他卡谁吗？七饼退对倒的话，你的牌没机会了。对啊，我这牌没机会。九万，九万有。七饼九万对倒还有机会。嗯，好了，东风东，好了，哦，东风东啊，东风东一样，两台，两台。好，我们南风逆转胜。来，马上南风逆转胜了啊！这个淋雨呢，啊，这个跟感冒了，淋太多了。对，四把放三炮，啊，一炮是黄光，真是的，真倒霉啊！来，现在是燕伟刚刚累积的5700，不算高哈。来，还是你庄家，好，开门来。九，咱们看四家的牌，庄家燕伟，来，熊熊，嗯，小钟。中，婷婷，金毛，庄家蔬菜，好，萝卜，一万，打麦，打麦，他摸了一下牌型，他看一下他是谁，对，感应一下。跟真的很会跟呢，嗯，从东跟到现在，阴魂不散。难，让你永远记得我。哇哦！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锵，咚锵咚锵，嘿，咚咚咚锵，三桶，香哦，这么好的牌，真的还吃不到哈。中了，嗯，中，中，我都有啊，怎么都有？哎呦，没有就要放枪了，越拖越长，哇你，越打越长，越打越长啊，对呀，啊不要了。六条，哦，它好甜哦，都吃不到，困难打掉，跟我打一模一样哎，真的，顺序不一样而已。突然又合了，突然这个是不合吧？八饼 ，take it， 这个应该是不合，八条，两桶，哇，二三桶，哇，边张。酒桶，八酒桶，对。嗯 ，It's fine。二嫂，吃一个了，熊熊很难吃哦。很难吃？不会吧？不会啊。四条。哇，吃香吧？香。五磅哈。美味，想一下。八板扣。吃了，终于有一个进展。三六一条路，熊熊还没清呢。九万，好，到了。绝章，哇，绝章哎，我想说真的，还倒下来。OK， 嗯，那早知道打。好，这是有庄家台。好。这个南风逆转阵的第二把，来庄家熊熊开门。十六，好来看四下牌，庄家熊熊。小钟自摸。婷婷。哦。燕尾摸起来。庄家蔬菜。甜的哦。好。八条。八条。真好。吃不到。没有。白皮，一样，白皮，
台北。嗯。杭州。红中，台北，小花来帮忙哦，再补一只 ，Bros， 不到赛，不到屎，不到屎是是是是，身材很好哦，想杠吗？那应该是拍很漂亮，看出来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手势就知道了，真的。看漂亮，七条，七八条，七万，跑牌了。人家有牌很好的话，就要跑牌了。笑嘻嘻。三条，四条，好喝哦，我们好喝哦，交往了啦，有六盒了，真的六盒了啦，六盒，把钥匙给他了，钥匙给你，吃，我不要钥匙，小鸟户头，存折，对，阴间账要，存折里面没钱不要存折，来一张，存折里面要有钱呐，再一个二十条。接下来要靠自己了。酒桶。哇，要吗？我想一下啊，要吗？放好了。当然了，要不要二万呢？阿伯嘞？八万。这么可惜啊。本来想跟打。黄忠，还有那么长的牌呢，跟打。两个人玩。两个人玩。嗯。九条。花。八万。三。鸡鸡，五条，全部凑条子。嗯。杠。没人抢。没人抢。等一下。服了。六万。六万。六九万。可以吗？可以这样服。抢的。可以。早就要杠了。不是，他这牌根本就不需要。不需要去碰，哇！不是你的牌已经够长了，你刚刚牌，你干嘛六六六八，他这样就碰就六完，都还是还要好几上，还有好几上，给搞，要不然不要碰就打八万一万就好了。好了，是什么？杠什么？五万，五万。好，庄家一台，抢杠两台。小松开门，来连庄。十，好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小钟，连庄，没有连庄，还没开，婷婷，啊婷婷，日摸，燕尾，顶级，熊熊，加能，来上菜，北风，这里好，对，嗯，北风，白皮。风头特别多哎哈，得靠自己了，好不好？还不好。两条。好。东方。哦，不是，真的，牌不好。八万。哇，哇，这么爽啊！帅。中洞啊！谢谢你哦。哇，真的。跟下家打。一张牌改变了命运，一张牌鸡啦，是中
命运大不同。一级满，一级满，一级满，一级满呐！哎呦！我就跟你讲，白条好，白好烂。你很棒哦。对。两只了。中奖，自摸。没有了。啊，两台。好，南风逆转胜的最后一把，现在是铁皮庄家啊。好，你现在3200，你跟燕伟呢，他是4800，差1600。好，1600你要两台胡他，好才可以啊。两台是900，298。来，你庄家，要不然就自摸了啊。自摸最棒。对。11。好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品评。燕伟。等等。熊熊。再讲。小周自摸，来庄家出菜，大饼，花，鸟，痛，长得比较漂亮，嗯，你看水，真的比较漂亮，三条。你看我，看我摸到就很开心。我看得到，我都还没看到哎。眼睛，我摸到就很开心。他刚露出来被我看到。我都还没看到哎。很急啊，很急。对啊，上帝啊，不上要命。很急，真的。他刚刚真的露出来，都没有看到，就已经偷笑。五饼，我都还没看到牌。哇哟，水刚来呀、啊。水刚来呀、啊，这哪里的话？水刚来呀、啊。水跟他来呀、啊。水跟他来呀、啊、嘞。六条，哎，没有，我以为他要两条在动，嗯，两条在动，八条，你也别惊了，八条，你就是视死如归了，安安的，要自摸啊，靠，买水干他来呀、啊，这两条，好紧，六条吧，带一点。六条，带饼，带饼，真的，我只能自摸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胡他的，等一下，我算一下哈。等一下，我帮你算，一台、两台、三台，可以了，够了。庄家清发，够了，倒下来。谢谢。4万放的真的不值，真的。但没办法，他听牌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听牌了吗？来，发财，独听，庄家，三台就1100，来回就2200。你刚刚只落后他1000，真的，1600，嗯。所以呢，很清楚的，我们燕伟呢，在最后一炮呢放了一个4万，要不然的话，致命的，这个还不会输哈，他赢1000多分了。这一炮太毒了啊！没关系，谢谢你。燕伟淘汰。燕伟淘汰。来，他来拍手。西风冠军战，西风冠军战，是的。现在是小庄用，又来又见面。Hello， 又见面，又见面了。Hello， 好不容易打了西风啊。他上次也是啊。刚那把牌他根本是乱打。哎，我也听很漂亮，我听那个南风跟七条对倒。你是还有摸个卡七饼？哇，那个太漂亮了。那个牌怎么摸七牌？我找像我那么，我没有打八饼出去的牌。来。你装下，我装啊！开门，来开门！不要再按闹钟了。十二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小众的牌，自摸。婷婷，五，你要自摸。小许，熊熊，零零零，来庄家出菜，好，大饼，大爪。北风，南，碰一个，四条，甜，困难打掉，八饼，七几，七几。北风，
大家发财。来一批。碰。红中。碰。你有看到怎么这么快？骨头。吃。有。十五吧。十五。有没有十五？非常。客家什么？买个台杠啊！买个台杠啊！有点手，手有点浮躁哇！我今天单身。你老公看到怎么办？有的吃就好了。没关系。四饼，我还要再舒服一次。你要再舒服哈。有啊，他已经没办法了。我尽量让你舒服，对不起，尽量让你舒服好不好？只能跟你道歉。来，这个可以吗？好难哦。好难哦。吃一个。四条。四条是吧？舒服不起来了，舒服不起来了，舒服不起来。小鸟让你舒服一下。用个大雕好不好？大雕。翻掉。拆掉了。东风。无所谓。无所谓。在唱歌。无所谓。六条。哦。哦呦，绝招！你看看，被你摸来了。厉害。东风。太可惜了。阿炳。阿炳。九条。四条，二三四，切，北风，八饼，一直八饼，三条，西风，不要打了。你有看到？你想吸风呢？有什么看到干嘛？七条，吃一个，三饼，北风，九条，条子臭的很。大家都不要条子。七条，我感觉这个对条子没有兴趣哈。六条，你看，你看，看都不看就直接，你看吧，我也是五条，吃，还咬，还咬，要，二五八条都要，六桶，都是条子，全部抓人家手上，哎呦。几万？几万？八万。小鸟。真多。小鸟满天飞。哇，绝招都被我摸到。烫。放炮没办法，这个还那么长。谢谢。他一定放炮。这个耶，三六九。哇，听那么漂亮啊！九万是你打的。哦。我很早就听了，中洞四万。我也是听四万啊，我是没办法。你摸到哪一个？没有摸六万啊，我摸六万啊，对不对？照理我就要打八万了。对。那如果我们在外面打牌，这牌就不会打的。对。一定打八万，不会下是三六万。好，没台配胡。好，西风冠军战的第二把啊，刚刚是我放给你，跟你俩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我们没事。你开门。怎么？九。好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、婷婷。
奶瓶。奶瓶。熊熊。来。小庄。睡。出菜。来下庄。一个人比，一个人吃大饼。奶奶。两桶吃一个。南风。西风。一万。此风。红中。跟。红中。红中。切。饼的。红中。九万。白皮。碰一个。七条，哇，甜，甜哈，两个万，北风，西风，花，这里哈，嗯，我还想再吃，还想再吃啊。只要要到你想要三万好好，要到你不要不要的，真的二万，你家里闷很久了是吧？对，我看你婚姻有问题。一条，打个牌，婚姻触礁，不要这样吧，不要这样，六万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好吧，就位了，能搬。花，三饼，嗯，吓死我了。八条，九万，为谁呀？难，大饼，大饼，五条，五条，真的只能靠自己，已经靠了好多年，三桶。靠了靠好多年。四饼，谢谢。哇哟，是哟。四七，这么漂亮。庄家一台。哎呦，你有机会哦。有机会啊！哎，我也听牌嘞，我听中动三条。是是是是，厉害厉害厉害。你棒棒。现在呢，婷婷刚刚放了一炮庄家。所以你们俩落差是700-800分，嗯，还好，还好，还有一台而已，好追了，补你两台啊，来，追了庄家，补你两台，一台就够了，对，十四，来看四下牌，庄家徐乃湖，熊熊，江南，小钟，大当，阿甘麦，我，调酒。东方。南风，北风，哦，尼可尼可，尼可尼可，哇，南风，尼可尼可，北风，尼可尼可，九个万。一个人去跳舞，我一个人跳舞。西方，通，流氓，
中。南。西方。调酒师。九万。起码拜托，好饿。四条，给你吃一个。不要。啊？七万。八万。八万。太自己摸。三条，哎，最不想要的，一条，好，五条 ，Thank you。嘿，你看看，自己抓二条来一样，一个人去跳舞，吃一个。五万，五条，北风，九条，哇塞，天助我也啊！大饼，祝你什么啊？没事。八条。八条。八饼。很深的牌呀。八条。五万。芳芳，洪正，东东，东东，奇怪了这个牌，骨头，要，白皮，你要出。五饼，打安全牌啊！走啊！挑战吧，大神！走啊！花，中了，中了。这个牌，五万，一路难过，自摸，哎呀，两桶酒桶对倒，这个，妈呀，差点要打了，我三饼单掉，哦，真的，对啊，应该打这样的话，拼三六桶，拼三六了。我们都不知道，你说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误打误撞了。拼三六桶比较美，然后结果你对对字母。哦哦，真的哈。对啊。运气好。麻将是不知道你瞎打。运气，运气很好。运气很好啊。打的比拼三六太夸张了。天都是命。天都是命。哇哇，那我看你就只有叫车了。你还是回家找老公吧，差不多了。他怎么样都不给你。对呀。他都自己来的。哎呀，他习惯了。直播的一台两台，哇，来。
西风的最后一把，现在是7700的，哇，3400，哇啊，所以你现在差4300。哎，你怎么这样笑人家？干嘛这样笑？还跟你掰成这样？做大牌啦，做大牌。4300的话，你摸三把就三台就可以。三九加五四四十四的三，34够了，够了。三台就自摸就够了，三台自摸。庄家，因为你们俩来一回就是1400变2800，好不好？就自摸了啦，好不好？没第二条路了啦。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熊熊，噔噔，小钟，大拿，婷婷，我要自摸，奶婷，出赛，白，白皮啊，嗯。红中，东方，二位，碰一个，饼子，饼子是吧？嗯，西风，欢迎，不奢望你。男的不再撒娇了，不再撒娇了，不舒服了，不舒服了。二饼，吃一个，小鸟，男，5万，吃一个，切，2万全部要，6万。白皮，3条，男的，赛，你不要的，我不要赛，东，白皮，我靠，不会是男吧？二饼，5饼，哈，乱打，乱打，生气，7饼，乱打血龙，二掉五，赛，哦，遐济赛，遐恐怖，冲，吃的多拉的多，鸟，4饼，已经满。一级半，来，好多风头发财，太多字了吧？球筒，三男，7条，哦，小鸟，好多，嗯，没办法喂你，4万，3万，5个花，拜拜，拜拜呀，拜拜，真的不能靠你，给你一个。8万，碰，哪个？一样的，3万，一样的，小手放下，对，结束，真的，是吗？吓死他，吓死我了。2条，到，掉价。25条，哦，来着，嗯，不阿伯，你呢？阿伯，嗯，好，就庄家一台，嗯，所以毋庸置疑的，哦，想不到36饼没听的人听对倒，好啊，好巧，一路打过来，一路打过来，也不是开玩笑的，也非运气啊，也有实力啊，没有，完全没实力，真的
没有实力可以把他们三个打垮，完全没实力，完全靠运气。来，决战北风北。哦，恭喜小钟哥。一辈子碰到最弱队，21136饼没有糊，他是对倒糊，对倒糊了，厉害。还说，你在那后面看有没有？嗯，对不对？完全是靠，哎，但是其他把打得还不错，就那一把怪怪的。没，你每一把，打把都照牌脸。他说他每一把都怪怪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没事。他问他，我还是有点运气。我说有，100%运气。来，运气有运气。21100，来，来一把21100啊！八点，自己开。这里，他突然果然是不会打。八嘛，对不对？开始打，对不对？不要逼他。我想要演一下。要演一下。OK 哈，这把很重要哈。对，来，好，决战北风北，21100的奖金，我们先看一下小钟哥的牌。睡吧，睡。好，小奶的牌，小奶。不是吧？哦，来哦，出赛，我出赛哈。对，你们都可以看，不要出声音啊。嗯，好打哦，21100哦，没关系，小钟哥。哇，哎，这，牌看不懂哈，对不对？看得懂啊，牌非常好。这废话，没有东南西北中发白。10000，9条。要非常谨慎。会可以，没关系，你一定要想2分钟都可以。大饼，10000，9条，8万，吃一个。9万，5万，应该不要。6万，9万，这是个凶兆，凶兆。2万，奇怪，9万，这么多，这个吃一张，好，8万，我靠，这牌子跑到哪里去了？6条。8条，我的天老爷，7万，该来了吧？真的是该给你了，7条，我不要了，不打了，1条，吃一个，戏啊。4万，不好，你早点来嘛。哦，一条路，不能这样打。走这边吗？雅布招比这个牌，
应该是不要这个牌。五饼。六条。胡乱的牌，这个牌气死我。他应该不要。四饼。听没？气死我了！胡乱的牌。六万。嘿下。嘿姐。他不会摸不出来。来排排给我看，观众看，我看什么？哎呦，斧头，跟着我打，你厉害哦！拿了，哈下，哎呦，五万，啊姐，啊，摸不出来，摸不出来。九条，奇怪，这个牌，哎，我有十二张哎。下，我靠！接，接，放炮了，小钟，两桶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可能这个牌？观众朋友，你可能吗？四万，接，直播，没有啦！哇，这个牌跑到哪里去了？跑哪里？去去去去！我靠！七饼，七饼，我可以过去看你吗？跟你一样？你可以可以啊！你不要换牌了，你不换了？你不换了吗？我可以不换了，真的不换？跟你拼了！有那么烂的牌？因为他觉得你看他没看他不太开心。真的，其实我看你可以打，你可以，你可以。打开来打，打开来，因为我是不能换的。啊，你你现在，你现在，我现在打七饼了。对。啊，你要不要碰？当然不可能嘛。不可能啊。对啊，那你当然要摸啊。对。对不对？那你想看牌吗？就不换了。不换，看一下。真，哎，不要冲动。真的，我看一下。你摸五饼可以换的。不要换。我靠，那我就倒下来了。我三六九饼啊。死不了。哎呦哎呦，我要来看谁会摸。你三个，你只有三个。就这一只，接啊，你的九饼，你的了，你不会摸吗？九饼应该打开，九饼或六饼，八饼多，我过。挑战吧，大神，你不会摸吗？九饼应该打开。九饼或六饼，八饼多，我过，像鬼像鬼，六跟九，哇塞，还有八饼，完了，在下面，在下面，在下面，怎么可能啊？好紧张哦，你就一张，你会不会摸啦？他其实不会，哎呦，都五饼，我奇怪了，哎。反正这不能杠，我们看八吨四六八，看一下，铁八哦，九饼，哦有机会哇，哦三出来一个哦，我你还有三张，我还有，我十几张，八张，天，还有十二张嘛，还有七张，哦我还有七张，七张，该谁该我，该你，对不对？对，摸五饼啊，对，我。尖，哇塞，不会吧？哦，没有条子，三六九饼，我靠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折磨人哦，尖，哎呀，完了完了，哦，五饼，我的好累哦，为什么？啊！还是摸个三饼，你看多气人！真的，三六九饼，下一张也是啊！快一点，命运捉弄人，命运捉弄人啊！被五饼害到，哇塞！我这牌玩这么久，哇，刺激啊！好了，我们又守住奖金了，奖金了，可惜，白忙一场。
白毛一场。恭喜小东哥卫冕成功。卫冕成功，没事啦，没事。刚才他要是不管他五笔摸到打二笔还是一样，这牌没变，对啊，都没变，对啊，最后还是以三没变三笔来做结尾嘛。好吧，下一局，下一局，好，好了，加油啦哈，欢迎大家踊跃报名，电话是02-8793-5802，也可以上挑战马大婶的粉丝专页报名哦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，拜拜。